前美国官员日前向路透社披露，今年5月14号，中共财政部和工信部发布了551号文件，名为《政府采购进口品的审计准则》。相关文件已经发给医院、企业和其他国有实体买家，对315个项目提出 25% 至 100% 的国产化率要求。美国前官员说，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曾经承诺不发布类似的文件，中共现在不仅违背当年的承诺，也违背2020年1月美中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精神。正是因为他是违背这个协议精神的，所以呢，中共他才不敢去公开他这份文件，而是在背地去执行。这种行为他可以说是再次的凸显了中共的流氓本性了，就是说他从来都不会真正的遵守任何的协议或者是规则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，中国现在外汇储备非常紧缺，中共当局强制下令是一种强烈干扰市场的行为，目的显然是为了节省外汇。中国如果这样做的话呢，实际上又一次违反了自贸协定，又一次人为的给这些外国厂家设置了，这个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，那其他国家也会限制中国对那些国家的出口。换句话说，中共会限制进口，也会使他自己的出口受到打击，使他整体贸易受到打击，中国又更进一步的回到那种闭关锁国的那个状态。中共不止限制国内企业采购，更限制民众出境。过去几个月来，有不少大陆民众在网上抱怨，不仅无法办理新护照，到期护照在中共驻外大使馆也无法更新，还有人的护照在海关当场被出入境管理人员剪掉。因为这种外逃呢，它不但会造成国内的资金的流失，它还会对中共的政治声誉带来重大的打击。习近平现在正在塑造推广他那套所谓的集权体制，优越于民主体制。那么如果说有大批的国民不断的在外逃，对他去推广这套所谓的体制，去建立他所谓的国际新秩序是非常不利的。2021年1到6月，中共当局只签发了 33.5 万本普通护照，签发量只有2019年同期的 2%。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，中共可能借着疫情封锁国门，防止大批的国民以商务或者是旅游的方式外逃。新唐人记者陈汉、黄义美、中原采访报道。